我的仙髓可以代替冰晶，作为镇水的一员。要抱住漠河水族，一定得让他把冰晶还回来。姐姐，别杀他！他是被魔神重伤，性命垂危，才会吸取冰晶的。性命垂危。 真巧啊！他恰巧落入了我这漠河，夺了镇水冰晶。是我带他来这里的。阿九，你说什么？我杀了他！不要！当时明月气息已经断绝，河中唯有此处灵力最盛，我只能带他来这儿，而且还有魔神爪牙追逐在后。 我去引开魔君，没想到镇水冰晶会被他吸取。你可杀了魔神的手下！是。你今日闯下了滔天大祸了呀！你，放心诺。阿爹，即使我闯下的祸，那便由我来背。 若魔神前来追查，那就将我交出去便是。你来背负，你背得了吧？没了上古冰晶，镇水石便失去了灵源。千里漠河，浊浪滔天，蛮河水族皆要损伤惨重，这么多族人，你拿什么来背呀？ 今日漠河水族有灭顶之灾，全都是因我养女不教之过呀！我帮主自来温厚无争，如今世代已得毁于一旦，他日必将会有天理报应啊！ 我的仙髓可以代替冰晶，作为镇水灵源。错已铸成，丧纣今日屈髓赎罪，唯愿漠河水界不平。
九，阿九。